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曲目，第一组曲。这首曲子是由知名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所作。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最著名的作品包含了《行星组曲》。那我们这边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给管乐队的第一组曲，它原创于1908年左右。那这个曲子的重要性在于说，因为早期这个音乐界大部分的音乐都是写给管弦乐团，那这首曲子算是比较早期能够专门为管乐队，也就是管乐团所做的曲子。那现在就请各位观众来一起欣赏我们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曲目，第一组曲，欢迎我们的指挥余文凯老师。